很多人认为说我待在室内，其实空气品质不需要担心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家里很多的装潢跟家具，它会释放很多甲醛跟 PM2.5 的物质，再加上像我家里有宠物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狗毛、猫毛的问题。另外的话，我们家里最常见的话是有一些尘螨跟霉菌，这些可能都会造成你的室内空气品质变得不太好。唯有具备 HEPA 滤网功能的，才可以有效的过滤过敏源，降低小朋友发生过敏的机会。